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你继续讲，我没看到。盲盒旅客们前往神秘目的地的松弛时刻。你坐这儿，我坐这儿，而且还可以躺着睡觉。你们穿的这么短，这么松弛感。我们说这样会不会多一点镜头啊什么的？我和你干什么？这是。不是，干我们那什么？天哪，我们好像在蒸桑拿哎。本来不熟的都熟了，可以冷到了。人齐了吗？齐了。人形立牌呢？哎呦。哎呦，你这徒弟我怎么当呢？他们后面的章是不是也在这儿？你拿走，你拿走，剩下那袋儿，剩下那袋儿，该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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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都拿走了，偷我们章？是啊，怎么了？给钱？怎么了呢？我们跟你结盟，来吧。哥，你这肯定不可能给钱，跟你结盟还不要？他们非得把三家都得罪了，上来就搞得这么干。不好来，那行，就他们都给了，就你们这组我们不给了。气氛够了，我跟你讲，人设崩。这里面好像，在之前的盲盒旅行组队中，一个都不认识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弟，突然桃园三结义的异夏天组合，以及具有神奇脑回路的爱笑男孩组合，我比较奇怪，被杀爹直接绑定的。悠悠悠组合也没得选了，还有神秘旅客加入的五月成团组合，他们第一站将前往泉州，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？咱是做这个吗？哎呦，喜庆啊！哎呀，真好，抬头见喜。不许拿这个婚礼的车队来接咱们。是，我还以为上来就迈巴赫呢，是不是？咱坐哪儿啊？你坐这儿，我坐这儿。就是咱都不椅子，而且还可以躺着睡觉。哦，你坐这儿，人家过来挤你，你就坐这儿。没事儿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咱俩挤一块儿这样，是吧？是谁 ？Hello， 早上好。早上好，为什么这么热你？啊，你这个是什么睡裤吗？差不多。啊，真的？不是，就是这么松弛感。他不也穿的也是一个大裤衩吗？哦，你们穿的这么短、啊？不是，我们只不过往上提的高。对，我们说这样会不会多一点镜头啊什么的？对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哎呀，可以。哎，我的妈呀，睡够了吗？都各位？没怎么睡够呢。哇哇哇！你真的好热啊！救命啊！你怎么成这个样子啊？我怎么？跟你平时也不一样啊！我本来就长这样子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来，我们也来挑战。来，这样，我们说一下，如果说我们的用时比他们短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们100块？对，可不可以？好。加一档，加十块。加一档，加十块。给我来个十档。十档，哥。刚才这是一档，不哥，你行，我不行，哥。哥，但是咱们钱也就这么多，我们钱。哎，我们如果调到十档是有多少钱？调到十档20块钱。哎呀，走了，现在是一档，我调十档你给我20。调十档100。150，对吧？加100吗？调十档。十档100。150，120吧，就120，好，120吧，好，十档120。他们好有那种年轻人在创业的感觉。对，我们是旅游来的，他们是创业来的。哇，是十档了，哇哇哇！好，行，没问题啊啊啊啊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真假的？不会吧？我就是抖，但是我不痛。快！妈妈来了！
你加一根。断了，断了，它断了。来来来来。他断了，我来，不是他太软了，我来。还有三秒，你再加一个，你加一个。OK OK 了 OK 了 OK 了，成了，快不快？哎呀，来，来了，来呀，快快快快！哎，我来我，好，成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一定是成功了。现在还差一百，转啊，记得转啊。120元。咱们接下的任务地点吗？为了咱们今天晚上能住好吃好。你们真拼，必须拼！今天咱们必须站到第一名。那这几个点都得跑一遍啊，都跑一遍，都加一遍码。年轻人，就是得拼搏。我们加码，小田儿，快点儿，来呀！是不是这个？好，挑战成功。OK， 50，我是转账，找下一个。什么时候计时开始？你们现在就可以计时，现在那我们最后一个人计时就开始是吧？你们要三个同步哦。三个同步，好好好好。那我差不多，好，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开始，开始。哇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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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玩，哥。玩赢了可不可以赚一百？玩赢了你给我100，玩输了500都给你。哎呦，有500了。啊，500了。玩输了都给你。你代表他们三个吗？可以吗？玩赢他给我100，我要输了给他500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刘德华是上小菊的粉丝，请回答。刘德华，那一年。回答错误。纪凌尘觉得自己最大的魅力是长得帅，请回答。回答错误。没有默契，不用再给他时间了，没默契。纪凌尘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自己偷偷的哭，请回答。回答错误。岳云鹏小时候曾住过牛棚，请回答。回答错误。岳云鹏曾经闻过张若昀的鞋，这我哪知道呀。回答错误。时间到。你们这样好像不高兴和没头脑啊。咱俩现在叫菊零 CP。 好了好了，回来吧，别晒伤了，欺负人。你们挑战成功就有80块。对，你没有待会，待会现在不用贴，可以待会你贴着走不动了，走不了啊，这个可以。刚才他们挑战成功了，他们瘦。你要我怎么走？对，注意靠近这里也 OK 的。你连倒过去嘛，倒过去。咱下一个吧，下一个吧，下一个吧，下一个吧。这玩不了，对，这个玩不了是吧？这个玩不了。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主要是一个个子太高，一个是又特别胖，所以没完成。10块钱我去投一下那个，我觉得应该那个可以。不是，你必须得投10块钱那个是吗？对，我感觉我这就是他的风格，他必须得干。我感觉这个肯定能挣钱，万一我们一下挣了200-300，万一全赔进去了呢？不可能。万一你上头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10元3次，扔进去是吧？对，有一次中就可以。没中，哎，还晃了，有难度了。哎呀，没中，差不多，尴尬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没事没事。本来季叔还想再来10块钱的，被我们拦住了，连续玩砸了两个挑战，团队的气势受到了很大打击。师傅决定留下上的10块钱保底，去找免费的任务挑战。我们要去不要本钱的，赚钱多的。那不行的话，咱们一个人3块钱分了散伙。哎呦，可以了！我雪山正家呢，我雪山正家呢。
抓住他！哎，警察又出来了！哇，又进去了！那也太好玩了吧，这鸭子！你看，又出来了！哇，又进去了！完了完了，被戏耍了！你看，又出来了！今天看到最精彩的表演就是这只鸭子了。季凌晨，加油！季凌晨。抓住他！抓他！季凌晨，加油！季凌晨。抓住他！